我们现在在徐州，为什么来徐州呢？有人大放厥词说徐州米线非常的难吃，是谁好像说是杨伟的底子，真看不中吃。你要啥？我也要牛肉面加牛肉。两个牛肉面还加牛肉。是哦，是很浓的香料味比较重的那种，牛肉卤的也很好，能吃出来是品质不错的那种。但这家也感觉是味精开会，你为什么不吃？味精开得好，虽然是味精开会，但是他开的是好会，就是感觉有实质性的内容在，对吧？不像一些领导说的屁话。他挺有名的哦。刚老板在旁边，我不好意思说，就是一走过去，那个鱿鱼的腥味直冲天灵盖，真的感觉不新鲜。没事，没准闻着之后吃一下。鱿鱼还有闻着吃一下。哇，普普通通。刚才我来吃这个鱿鱼。大排队，这有什么好排队买的？这是感觉随便找一个那个什么大排档小吃街上面都有。要是说徐州是烧烤的发源地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烧烤的发源地耶，这么牛，你敢说它不好吃吗？我不是吧，有吧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老铁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为了节目效果？你看上面啊，营业中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，我也没有搞节目效果。我们平时不是去的那个网红店吗？我这次特意找了一个不是网红店的，你懂吗？只是当地口碑比较好的一家。他妈今天给我玩这出，你看，就排网红店吧。归宿还是网红店，走，去排网红店吧。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夜摩托，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。我真的很无语，这个傻逼车距离我们一米，我现在我们俩都还不了车，到底在哪里啊？为了省点钱骑这个电动车，结果两个人被收调度费，一辆收了15，两个人收30，有没搞错啊？哈罗单车，我已经把那个截图发给你们客服了，速速给老子还钱，快点。我只能说不愧是网红店，老板娘说按这个号牌的话要3个小时往上，多好吃的串只3个小时啊！哇，好可爱呀，你这是全世界性格最好的小猫咪了。长得不是我的菜啊，他长得不是我的，挠他，咬他。哦，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哦，呦呦，我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哦，我懂了，不难过啊。他才是丑八怪，还行吧。也就等了2个小时了。每一桌这边都会放一个小炭炉在这儿，这边的串应该都是就烤到半熟了，然后让你自己放在这个上面再烤一烤。但是烟真的好大，熏眼睛，就整个。就是我现在眼睛已经开始疼了，这边点菜好难掌握，它不限制你点多少串，但是它要让你一次性点完，就是点完就不能再加了，好拽啊。五花肉，小心一点。看他吃真好吃。能慢一点吗？我觉得好烫。没有心情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好香，这个不喜欢肥肉的应该不会喜欢，它是真实的往外吃肥油。是好吃的烧烤，但是你说跟其他地方好吃的烧烤有什么不一样吧？好像也没有，很好吃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哦，就建议他晚点来。我发现9点多就没什么人了，也没有排队，他就晚点来当宵夜吃。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好吃的烤串，但还不是特色，你会不会也失望？很特色，很有特色。
我第一次吃到就是那个烧烤前面给我摆个小炭炉的，因为我下一站马上就要去那个淄博了，淄博也是门口放一个小炭炉的。那我只能说淄博你不是特色了。我在徐州也吃过。